哇！望住我哋眼有感覺啊！身係草本唐人，死係草本唐鬼。各位妖仔、妖女、妹妹，睇片睇得好開心，家陣食瓜，我嚟。同埋 YouTube channel， 唔准你睇片啊！拜，谢谢哥，耶！又系我小德，欢迎收 Play You 嘅《我的美丽日记》。男人命根咧都有好多条下嘅，我头发咧就极多条嘅命根噶。一束命根有啲咩闪失啊、意欲嘅，你都唔系话唔心痛。今次咧，我哋呢一集就系介绍如何去保护子子孙孙，唔系子子孙孙，系你啲命根啊。有睇过我哋嘅《我的美丽日记》嘅朋友，上一两集都有知道啦。之前有一间草本婆，佢哋而家喺铜锣湾有一间新店噶，方便呢个港岛人士噶。咁咧今次佢又介绍叫水光槍，可以咧令你咧增加你嘅秀髮嘅數量，或者你幫你頭部嘅護理嘅。佢咧就有兩個試做價，好似200多蚊同埋400多蚊嘅。詳情咧上去問下老細啊，我都唔係好清楚。次咧佢再次叫咗我嚟，自己試佢嘅新地方同埋水光槍嘅治療，睇我會唔會再濃密少少啦。事不宜遲啦，嚟行啦我哋。喂，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衣着，很欣赏，拍紧噶啦，系啊，俾你录到我讲呢句先。我哋而家系做啲咩先啊？依家先帮你做个头皮分析先，因为隔咗段时间啦，都睇下依家冬季个头皮有冇变化。冬季通常会点噶？干身干啲，同埋会多头皮啲。你今日系咪专登戴绿色嘅？衬翻我哋草本头。你话系啊？系啊。我哋就一个月帮客 check 一次，咁当然可以 request 密啲嘅。依家帮你 check 头啦，头顶呢度要照顾多啲咯。叮叮叮叮，系啦，呢个头皮分析机。分析机，你咪哆啦 A 梦。咁你头皮咧，虽然冇染头发一段时间啦，但系睇得出咧都红噶，嗰啲裂纹啊，都系啲干纹嚟噶。头顶呢个位置依然都系比较幼弱少少，要肥翻密啲去做翻啦。比起以前，我觉得你冇咁多头皮屑喎，干净咗。之前咧，你系真系一粒粒咧倒失。你记得嘅点解？我每一个系啊，见过个头皮我就冇。你用咗你之前教的方法，不要落那么多洗头水啊嗰啲。呢排少了落嗰啲护发素。护发素不是话唔用得嘅，要小心啲，不要落头皮咯。你以为有粒头疮喎？其实你天生咧头发是很粗壮的，是头顶嗰度比较幼弱少少。一嚟你夜瞓啦，夜瞓其实会影响到头发嗰个生长周期，所以就要注意翻个作息啦。因为我见你护理都一定是好咗嘅，觉得层是因为冬天比较干燥，咁就会你个头皮觉得干啲咯。红咧一嚟压力啦，或者系底层比较。咁所以要注意翻，睇下会唔会有方法令到自己个免疫系统好啲啦，抵抗力强啲啦，咁慢慢咧啲敏感咧都会退得好啲嘅。咁但系喺依度做疗程，可以直接帮你处理咗啲红啊敏感嘅情况。不过你今日真系要做下活法，同埋好多都一条一条一条，要帮佢生翻第二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做疗程。事不宜迟啊，真系。我有头疮，我又未接佢，中一中嘅喂大佬，嚟啊！小心啊，即系有啲头皮飞紧出嚟，我呢啲就飞出嚟，前面嗰个白色飘出嚟，咁呢度好劲喎，系好干啊！我印象中咧，你头皮都系偏干嘅，呢啲真系高明啲啊嘛！佢有生理盐水，生理盐水可以帮你做到个消炎杀菌咯，咩红嗰啲位置都有助去去。因為個氣壓真係好勁，佢個氣壓係真係專係為頭皮而設嘅咯，同一般美容院做嘅 jet peel 有啲唔同。而家搽头膜啊，系啦，搽头膜先，少少冰凉啊。呢排有啲咩优惠啊？呢排我哋就推出一个498蚊咧，可以试做两样功效嘅疗程。第一就系你啱啱做嘅深层净发护理啦，即系有个水氧嘅清洁啦。另一个就系一间你会做嘅一个黄金射频。我哋因为铜锣湾开张啦，所以咧又推出翻个2888嘅优惠。咁有十格嘅疗程，十格即系我哋有五项嘅选择。俾你自由配搭去揀點樣去做，你每次就用係啦，即係334，即係二百八扣分嗰啲咩？係啊，類似八達通，係啦，嘟點啊？
因為每個人的頭皮需要都不同啊。咁我哋揀嗰五款咧，都會針對一些頭皮的問題啦，頭皮脫髮的問題。其實我哋有時甩頭髮的原因咧，除了是遺傳啦，亦都係平日可能護理不當啦，即係揀錯洗頭水，引致有頭皮的問題嘅。如果頭皮不處理好咧，佢好容易堵塞喺啲毛孔空間啦，令到你啲新生頭髮好難出嚟咯，亦都會令你固有的頭髮缺乏營養而提早脫髮咁樣。所以好多時候男士脫髮咧，傳統的脫髮都是依個原因咯，唔係淨係甩咯，而係生唔到一些健康的頭髮。所以一間做的療程咧，就是針對依一個情況去安排。唔係話你唔識生啊，你可以生多啲，可以做多啲，做多啲，做多啲。考你啊！系啊，小得佢，小得佢。依家幫你落咗個焗頭機咧，15分鐘左右，咁我就會幫你沖頭噶啦。咁個頭膜又係啦，幫你做翻個保濕同埋防脫髮嘅。嗯。依家咧，我哋都會幫你去做翻個黃金射頻嘅活髮啦。佢嗰個射頻咧，可以幫你刺激翻個毛囊咧，再次發育啦，生長翻一啲健康嘅頭髮。我可唔可以刺激其他地方再發育啊？即高啲啊嗰啲咁樣得唔得？我都想，我都唔係好高。有你記得預埋我，我幫你生多啲頭髮。黃金射頻咧，每一個人都係有個獨立嘅頭啦。咁依一個頭咧，就每2至3次我哋就換一個噶啦。一般就一個禮拜左右咧去做一次嘅。如果係一個比較需要治療嘅情況保養嘅話咧，其實比較多客咧一個月間唔中都會做1至2次咧，令到啲頭髮 keep 住一個健康嘅生長週期。頭皮咧一樣同我哋個皮膚好 collagen 啦，亦都係要靠好多嘅即係血液循環咧俾營養俾啲毛囊。我通常咁嚟咗呢度做幾耐都會有顯著嘅效果，一個月、3個月定係幾次都有咧？頻力啲同埋快啲有效果咧，建議一個禮拜一次，大概3至4個月時間咧，其實會見到一個明顯嘅變化嘅。佢 last 幾耐？真係因人而異。如果嗰個客人真係長期都夜瞓咧，佢要持續去做噶，個身體好快又攻打翻啲毛囊，令到佢唔夠養分，又會甩翻頭髮或者生長得冇咁好。我係一個 top sales。真係草本行人，死係草本行怪。男仔幫襯你多定女仔幫襯你多？好多人八卦呢樣嘢，真係一半一半嘅。女仔都會有脫髮嘅問題嘅。不過女仔除咗係因為脫髮問題啦，佢哋都會解決頭皮上面嘅問題，頭瘡啊、頭皮乾啊、頭油啊都會有咯。遇過有啲 case 真係頭髮好薄啊，無論點分界都冚唔到啊，都有。我自己出街就成日都見到，好常見咯呢樣嘢。其實洗頭水市面上咧，林林種種真係有好多，會幫你做咗個頭皮分析，再去按你頭皮性質去配翻嘅。頭皮性質隨住天氣變化咧，都會唔同噶嘛。好似冬天你乾啲，夏天你覺唔覺油啲？係啊。洗頭水我一般都建議咧配2款性質嘅，一款就係保濕，另一款咧就係去油啦，或者係講緊防脫髮啦。千祈唔好就咁話，我聽朋友講依支好就買依支咯，一定要了解咗個頭皮先。幻想下，你著住衫沖涼，你沖得乾唔乾淨？係沖得唔乾淨？個頭皮冇做過深層清潔，就咁噴精華上去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好多嘢擋住咗，吸收唔到。哇！啱啱吹完頭，原來啲頭髮好長嘅，咁似咩《哈利波特》都有嘅咁長。幾多咩？唔好低啫，試一下。哇！望住我哋眼睛，冇感覺啊！我真係接受到嘅，我忍得痛嘅。有冇得買啊？啲產品就係有啊，有得買㗎。所有新客就可以有75折嘅折扣優惠去買產品咯。之後就冇㗎啦。第一次做完頭皮分析購買就可以75折咯。市面就好難揾到我哋洗頭水，主要係批俾一啲專業做頭皮護理中心嘅先會有得買咯。剛才有問過阿 Cat， 因為我之前介紹過一個 friend 俾佢哋識，咁佢啱啱做了一間嗰啲生物科技，跟住原來呢度啲精華就係用佢嗰啲幹細胞打入去嘅。頭先聽翻咧，原來佢哋自己同埋間科研公司咧有合作去傾一個 formula 出嚟，即係出面一定唔會有呢樣嘢嘅。多謝你啊！唔錯呢、這個，你又可以睇下做完之後乾淨幾多，晶瑩剔透，係喎冇乜紅。其實你都有啲新生嘅頭髮嘅，兩個毛囊咧，你見到本身有嘅頭髮已經甩曬，咁佢先開始生新嗰啲，所以你嘅生長周期其實係行得慢咗好多咯。冇針窿嘅點解咁犀利嘅？係啊，因為我哋嗰個射頻就有個能量喺度即時做翻個刺激啦，同埋係收咗個傷口。好安全嘅，即係變相你問話針完之後可唔可以即時洗頭咧？絕對可以，不過你就洗完記得要即刻吹乾咯。哦，係啦，
咁如果想效果好啲，最好就夾翻即係6至12個鐘先再洗頭咯，乾淨好多啦。我哋對比翻做之前有少少嘅濕住，咁做完之後咧，你見到就會即係乾淨啲嘅，啲毛囊空間咧明顯見到凹曬落，咁就係乾淨。其實你唔算好污糟，最主要個問題真係個毛囊嗰個生長周期同埋生得冇以前咁強壯，所以多啲揾我哋。好，會㗎。好啊，接曬最近。咁就咁啦。喐，咁啊搞掂曬所有嘢啦，咁而家閃得，睇嚟要真係揾翻佢一排先，因為我哋其實隔咗成半年，差唔多至一年咧都冇揾佢 check， 真係疏咗少少，費事又要搞佢，係咧就係咁啦。如果你有啲咩呢間嘢嘅問題咧，儘管喺樓下，我會留個 WhatsApp contact 你哋，可以問佢嗰啲價錢去劇拍嘅。咁如果中意我哋片，記住 like and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， 歡迎 IG 同 Instagram， 下集再見啦，拜。